每天吃一瓜，疯批解八八八。于正最近在直播的时候透露，许凯已经续约欢娱，还夸他家公司艺人都很乖啥的。有小伙伴问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于正的话能信吗？反正疯批解是不信的，他每次辟谣什么东西，疯批解都觉得很可笑。许凯是欢娱一哥没错，但一哥不是这么好当的，特别是欢娱的一哥，你得经常回来拍内戏带新人，然后时刻被老板盯着，冷不丁就被 Q 一下，所以许凯这个一哥当了也挺别扭的。他还没有续约，不过也在谈了。这个风声放出去无非就是想敲打敲打对方，懂事一点，该续约了，不要等到我上手段。目前也说不好会不会续约，但疯批解觉得续约概率比较大，主要也都怕了于正这个性格。他是那种只要你要解约就立马要发疯的人，胡咖没事，胡咖到时间就放你走了，还会夸你一下。但像这种台柱级别的艺人，放走就跟放他生徒一样忍不了。再加上许凯也不是没有把柄在公司手里，他私生活还挺会照顾自己的。欢娱为了留住他也妥协了很多，这两年一直让他接外戏，没让他拍内戏了，赚了不少了。